我刚才放两姐妹呢，他们在武林茶庄，让他们走上去，然后我开来这边放，然后走金华桥去找他们，然后这边到茶庄是650公尺，这边也有雾色音，1、2、3、4，这边这一撮雾色音一般会比樱花，很多樱花还晚开。那这边的那个峭壁隘口这边不能走，所以只能走金华桥。这个是金华桥，这也是武林农庄，然后走这边回来。你有看到他们？有看到小胡，小胡拍照了吗？有一个白色的。哦，你要拍啊？那这么近。三。妈妈过来。一。好。好，随便拍。好，走。不错，我看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，看起来不错，可以。怎么这次都变我当 model 了？没有拍我小鹿。我要在哪里？这里 OK 哈。起来，旁边可以吗？2、1，好，只要过来陪我，小孩过来，背光，过来，背光，侧身一点，侧身一点，好，来，爸爸妈妈，妹妹你要过来啊，给姐姐拍就好。对，小这里前面有些快枯萎，后面是很那个。这里小这里，来我这里，看过这里吗？前面挤的枯萎的，然后后面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。后面这一撮。超广角，然后你站后面一点，超广角带这一片，后面这一片，24mm 超广角，对，翘嘴来。这边呢？在我这里啦。翘嘴来，翘嘴壶。我是搞笑的，嘟嘟谢谢你。好了吗？哇，这里你看，谁要拍我？快点，下雪，快点，谁要拍我？谁要拍我？没人要拍我。